chance to nail down your strategy. 开场一个战术。 发现好像第一张图 bug 几高哎，反正拉人回，但对他们是有三个成员是从侧门出，刚一直被拉，所以这边完了。本来直接目标是对方的这个，但是接往点上。 对，跟我预测不一样哦，他们是用一个一三，然后那个虚影症状幻术是先开加哦。这死灵是已经先开出了形态哦。哎，他这边被激活很惨哦，被一个定身定住，身上整排扛狙血，然后这边出来之后直接切个 DS， 但是 DS 很快就要消耗完毕了，这边直接进入个倒地状态。所以他们这一波冲加其实是有点失败的状况。 并且这个幻术也是倒到外面的。那中场的状况，这个也是死掉了、哦。哇，这个现在两边战况非常焦灼。那对方家里现在是一个一打三的状况，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先走一个，他们就三个人打一个人。 通常也是一个二打一的状况，那现在目前是这蓝队有一个点，那其他两个点是开战的状态。也盗贼在这边现在往中场，然后还有死也是，看这个盗贼把对面带走。要是对面的这个游侠叠了一个隐形塔，游侠现在血很少，然后又被一个这个二直接死掉了，那这边盗贼也是身上很多抗拒血。 那这个游侠是尝试在救他，但是还是被插掉了，并且其他成员现在是往面加点做移动咯。那这个死灵在这个 keep 旁边现在被激活的很惨，这两个人死盯着他不放啊，他 DS 条也是马上消耗完，这边马上需要补血，但是仍然不知倒地，灭点上的幻。 幻术在支撑点哦，它是一个虚拟幻术，对方是一个守护在点上跟他打、哦。幻术这个新的补血蛮适合这个 build。他现在血量很少，并且 F4 还在 CD 当中，但是换了一个这个枪的武器，但是人家被盗贼直接抓死，倒地状态。 游侠现在是把对面开摆了，并且幻术他现在血量不太多，交了一个补血，并且对面的这个游侠也是快要倒地了，他剩下一个燃烧，被这个犬所消掉，但是他还是很多抗拒选这边倒地。 结果刚把对面加点开摆，这个游侠是一打二被收掉了，并且他的守护队友在这边是赶快过来想打，但然后被插掉。现在这个在这边是一打二的状况，那中场就是一个空城哦。那他们现在在这边打算要吃一个这个 boss 哦，那这个盗贼在这边是被打死。 那个 chief 点都快要拉到那个点里面了，对啊，就这边又回去回血了，所以他们是没有继续吃哦。那盗贼是被打死，并且这边守护血量很少，补血还是C当中，这边倒地状态。所以这边这个 hedge 点现在是由蓝队拿下，并且其他两点都是对的。那他们剩下的人员现在是复往中场座椅当中。 或者死灵被一个石化定住，交了一个补血，仍然是持续在被击火当中。对面的这个游侠，他是瞬移到了高台上，利用短，利用短攻二，这边死灵是直接进入倒地哦，他在这边一直对尸体进行 DPS， 这边下来，打算要来秒对面的幻术，幻术发现情况不对，他们这边倒了两个人，所以是。 撤退了。
边这个旁边这个守护，他被亮尸亮了非常久，因为他刚刚是然后救起来，就对面又是回来打了他几下，所以他是又血量又被压低哦，那这边终于才死亡。对啊，他在这边耗了，我觉得这个很不应该、欸。对啊，拖超久，就是因为你被亮尸的时候，就是你在场上就是一个毫无贡献，就是具尸体这样子。然后他，你宁愿你就自己让自己死掉，然后复活，赶快至少还对场上有些贡献。你在那边，对啊，我救半天，然后人家过来打你一下，你又要死掉。对啊，等于说你他大概有将近30秒都不在场上啊，你让你的队伍4打530秒。对，是不是两边现在是在抢一个 boss 哦？就看谁会抢到。这边是有蓝队拿下，因为他们人比较多，并且这个游侠是逃不掉了，这边直接被三个人车死。对，我觉得他这个游侠在这个时机点吃这个 boss 有一点太照进了、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他们有些人是重生嘛。对。然后，而且他吃的是对面加点的 boss， 就是这个 Chieftain 那边，这个不太应该。现在中场是一个4打3的一个状况哦，蓝队的人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们现在是在集火这边的死灵，变成守护血量很少、哦，他身上很多抗拒血变无敌也是交过，他这边是直接跳下了 keep， 哦，就。这个游侠是过来车他哦，他现在血量抬不起来，这样有一个中毒的状态，就他交出了一个 stability， 这边是勉强把血量又抬了一下哦，这个 F2 的技能，因为点上这个游侠现在血很少，而且大灵没能招出来就死了，这边进入个倒地状态，边是要救他哦，这个死灵开了一个瘟疫在救。变队友旁边都整个在救他，所以是成功把他救活了。变这战士血很少，直接进入个倒地状态。而且这个守护也是快要自身，刚刚本来血就很少，但是进场一扑，要来把血量稍微抬起来。那上面游侠，也就反而是这个游侠先被擦掉、哦。所以现在反而是由这个蓝队先减员哦，并且这个死灵也是状态不是很好，那现在被一个晕眩直接倒地了。结果这边又是没插到，盗贼是帮他做了一个隐身，也、欸、抱歉，这是幻术帮他做了一个隐身。但他们这边变一直持续在救人，让他们显得很被动，然后变得救人救到两个人同时倒。中场将由红队拿下，看一下这个队加点状况。这幻术已经 portal 走了，他是 portal 回到中场，对，并且用了一个群体隐身，试图再救他队友，也成功的救起来哦。对，但是这边他队友血量很少哦，交出一个 F4 无敌，但是我勉强是用了一个补血把血量抬高，但是这边又是整排扛去血，所以又不知倒地了。他们用了两个幻术，好像感觉没有达到那个功效、哦。不是，是我觉得是他没有跟我想的不一样，你懂吗？我一直以为那个症状虚拟幻术会一直去找寻找单挑的机会，可是他一直去团战，可是虚拟幻术在团战就很烂啊。因为太多 AE 人的虚影活不了，你懂吗？就他就一直去团战，然后没有什么太多单挑机会。这也是我比较不喜欢，就是那种只能打 EVE， 然后不能打团战的 build 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恶心的 build， 对，恶心。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听，但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种 build 其实会让对面的觉得，因为有些 build 它是就是通用，它可能 EVE 有不错表现，然后团战也 OK 这样子。但是有些 build 就是只能 EVE， 但是你也要看对面给你这个机会，懂吗？就是如果对面都抱团走，他也不跟你打 EVE 的话，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那种情况就是你很状况啊，很需要看状况才会有好的表现。有时候会很 carry， 有时候又很酱油，就好像有点像，你知道美服有个道理叫 crunk， 你懂啊？他的 build 就是专打原点，他那个 build 团战超差，就没什么作用。对，然后他有时候就很 carry， 然后有时候正常酱油。对，这个是我不喜欢那种只能单挑的 build 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以整个团队，整个 team 可以配合去做考量，有时候会。而且你用久了那个 build， 人家都会知道你用那个 build， 看到你就会有所。然后他又不像那种打团的，你是凭实力说话，凭阵容说话，但是你用那种单挑 build， 人家知道你的想法，其实就会想办法克制你。对，他只要找一个这个 counter 你的人站在家里，你打单挑打不赢你，然后你团战又没有太亮眼的表现，就会就酱油啊，就酱油化，就整场没什么存在感。而且重点是他们刚刚根本不是那样子打，就是虚影幻术一直在跑中团打中团，他也没有去对面家人单挑，然后开场也没有说开得很好这样子。而且他们两个 portal 其实用的时机感觉没有特别出色啊。是若两个 portal 的话，感觉他们是两个轮流用，找一些时机应该可以一直把对面点开白，或者是用 portal 快速的转点，有没有？就是 portal 到这边，然后这边又一个 portal， 然后又 portal 对啊，你可以从家里 portal 到中间，再 portal 到对面家，对啊，当作我打 war v war 嘛，传送阵。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守护啊，那守护太不应该了吧？我觉得你在这种比较高端的比赛里面犯这种接近新手的错误，对啊，对，我不懂，对。刚刚有人说他的头盔人家音速小子，什么头啊？我没看过。哦。没有啦，是他染的这个颜色看起来比较奇葩、啊。其实我真的觉得阿苏瓦的这个原化妆好丑，但你戴上去之后，你每一个人都会变光秃头，你知道？会变秃头啊，这个中间光秃秃的。不过这个人长得还蛮帅的，杀气。像感觉大家都买了很多这个新衣服。这边第二场比赛要开始，看一下双方开场的一个战术。Last chance to nail down your strategy.Hold on to your points. Seize theirs. 这是紫菱开家哦，然后他那个游侠刚刚是不是一直往回跳、哦？看他在上面卡了很久样子。那这个蓝队他们是双幻术加紫菱开家、哦，那这个盗贼他们过去会遇到，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状况。因为他们看到三个人守家是选择直接往中场撤退哦。中场目标是这个游侠，这游侠现在车当中哦，他被一个石化定住，然后这边接一个定身，他交一个闪电反射，但是因为有个定身定住，所以是无法脱逃。这边切到这个剑笔这一套，然后用一个剑二两段准备脱逃，这边是成功闪到了这个高台哦，但是后面有人在追击他，暂时过来一个锤 F1 是没有砸中哦，他持续利用这个两段剑二是拉开了距离。并且刚刚追击太深的战士这边血量很少，是回到了中场。因为他队友这边也是状态不是很好，这守护嗯身上很多症状、哦。就刚刚的死灵，反正是死灵追太深，对，在他们就是对面加高台这边哦。嗯，
刚那游侠的脱逃其实还蛮漂亮，但是他队友也是有帮助他，就是挡一下人，对，帮他牵制人啊。那他的其实他的这个整个走位还是蛮不错的。守护在这个位置血量很少，真的是赶到中场就自便，就这个游侠是倒地的，队友放一个 Share Refuge 尝试救他，石城把他救活了。因为他大灵是还有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一下可以招出一个大灵，但是他现在仍然被集火当中，这边看不出来，就是成功把大灵给招出来了，有点血量很少，这边已经先拍了，可是他没有死啊，这边死不掉，所以这个大灵的第一下是 miss 哦，那而且这个盗贼也是倒地的，那他刚按的那一下也没有顺便把这个盗贼救起来哦，所以前。中场还是一个焦灼状态，变成死灵被盗贼进场秒掉了。这边尝试要救，没能救起来。旁边也是试图在救，但是这个 AE 非常多，这守护为了救他是救到自己残血，变状态很差、哦。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消耗绿选的技能，这边进入一个倒地状态，也成功的被对面的守护擦掉了，所以目前蓝队有点弱势的感觉。变成这个幻术也是在这边又被盗贼抓死了。盗贼其实还是很克制这个幻术，但是这个战士在跟幻术单挑，而且血量很少、哦。这个 Sensotic 终于有单挑机会了，也成功把这个战士赶跑了。对，并且中场这个勇侠打死了，两边都是拿下一个边点，中场还在交战状态。现在对面的目标是个死灵，切一个 DS 形态，尝试要补血，但是很多卡丁血被一个恐惧恐到，然后这边是直接死亡哦。其实对面这个爆发真的有点猛，是啪人就死了，这个幻术也是倒了、哦，这个刚交出一个补血，那接到一个法杖状态，也交出他的群体。也很少，他是打算这样，然后顺便，哎，结果他用了一个 portal 直接传到点上哦，但是他血量不是很多，这边可能会直接被战士车死哦，然后被一个定身定住，他们叫一个翻滚，但是血量剩下500，哦，就进入个倒地状态了，并且他们的守护跟另外一个幻术也是血很少，这边这个盗贼是发现这死灵死盯着这个守护，直接被擦掉了。前红队是拿下了中场跟加点哦，他们现在是打算要来压第三点的一个情况。的游侠这边状态很差，他的灵还在 CD 当中，那个剑二两段脱逃，现在是打算要逃回这个门里哦。看这死可以半路把他拦截住，这边有个冰冻缓住了他，便持续在对他进行攻击，这边是成功拦截到他哦，没有让他逃回家里，那边也成功把他擦掉。我觉得要死就光荣的战士，逃回家里这个，就还逃不回去。对啊，这边已经被压制一个三点了，那他们也在打对面的，这一场感觉有点压倒性哦。这边已经把侧门给开了，那。他们复活的人员是打算朝对面加点做移动啊，那对面加点是完全没有人防守状况，所以他们可以把那边拿下来，但是红队其实也不需要跟你们一打，他们就是两点就好。幻术他一个人冲到中场，然后血量很差，教授群体隐身便放一个 portal， 是成功的传到这个 waterfall 点上来，是有人在防守的啊，这边他没办法回血，并且补血被中断了，就是进入个倒地状态。对啊 ，Porto 回来发现还是有人在等他啊、喔。其实你看虚影幻术，症状虚影幻术单挑很强，可是他整场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只有一次单挑机会。Rage at maximum。而且其实他也没有真的成功把对方，他就是把他赶跑，但是没有杀掉对方，因为。他也没办法追击他，对，追击能力也不够好。
对啊，我觉得就是你玩一个单挑 build， 但是没有单挑机会，你就很闷哦，就会觉得你没什么存在感这样子。另外一个粉碎幻术在中场是被 DPA 到死了，且这个游侠他的宠物亡了，但是他是没有办法解一个 condition 的状况，用剑匕首闪避对方盗贼攻击，他这边血量很少，又被盗贼带走了。边没有人要管他哦，有盗贼用弓在一直射他，边看起来蓝队他们没办法好好的组一副被分头击感觉。死灵在的位置不是很好，周围都是敌人，这边是有做撤退哦。对面盗贼是放一个削弱附近隐形。打算来吗？对，他在这边又接了一个这个枪五接二的一个隐形，来打算要来直接车这个死灵，来一个石化哦，定住了这个死灵，然后并且过来转击或这个转火这个游侠，然后游侠就直接进入一个倒地状态。就是他身上整排抗拒选，但是他的石化还在 C 当中。把这个抗拒线给解掉啊！并且这边被幻术一个爆发，直接进入个倒地状态。林队友是开出了一个瘟疫，然后是逃跑。身上抗拒线非常的多，直接进入个倒地状态哦。等这个红队这边减员两名，所以他们现在中场可能情况会比较危急一点，但是这个点比较大，所以那也是站不下来，尤其。并且这边对面是把肉的吃掉了，对面吃肉的怎么没跟我讲？你没有发现啊？这个先把肉的吃掉。